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陈莹，欢迎收看今仔的红颜报道。先来关注台湾方面有啥物消息。据报道，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竞选连任办公室低调成立，担任竞选办公室所有的工作人员点香祈福，祈求工作平安以外，也希望马英九连任成功。竞选办公室选择台北市忠孝东路二段，交通方便，是马英九五敦义搭档参选2012年大选的时阵，马五台北市竞选总部。因为兼任党主席的马英九另外有公务行程，所以当日天光并无现身竞选办公室。竞选办公室已经分为文宣部、动员部、行政部三大部门，分别是台湾同业前行政院分嘉南办公室副执行长杨伟忠、前台北市议员陈惠敏负责文宣部，而且共同担任发言人。动员部由台湾前行政院分嘉南办公室副执行长陈庆珍负责，行政部由文山区党部营运主席黄桂美负责，担任辅选党代总干事詹春柏。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说，这摆竞选的主题是关键时刻唯一选择，坚定改革，团结向前。希望党员团结全力的支持马英九，继续领导国民党，领导台湾地区，领导社会，走向繁荣安定进步的道路。台湾基隆火车站啊，是一个天桥八号坍塌，一个行伫咧桥顶的人，两人搭桥落落来，这个月台了，送到基隆医院去急救。据基隆市的消防局介绍，8月11号16点，突然间接到报案，说台湾铁路了基隆火车站连接浩斯路甲中山一路的人行天桥突然间坍塌，塌落来天桥横跨月台。当时正有一个女的行伫咧桥顶，甲桥做一下落来的涂骹了。虽然去惊到，但是伊也是赶紧爬出天桥，避免再一次去跌伤。基隆医院表示，这个伤者初步诊断是脑震荡。据报道，台湾彰化县啊，一个查某囡仔才4个月哩，因为趴咧困啊，肚底说无法呼吸，送去医院抢救15分钟以后救倒来，但是却变成植物人。因老爸母仍然是无放弃，到达去救伊，逐日都该按摩。这个婴儿现在已经一好大了，他老母在网顶分享他照顾的经验，感动很多网友。去年5月，这个才4个月的心心因为趴在睡发生意外，头壳向下，肚子无法呼吸，送去医院急救15分钟救回来，无法放弃。他老爸老母决定好好的照顾伊，讲若是随身就啊小心的将伊擦鼻腔甲擦了胃内的梗白沙，再慢慢的随头随身就到一点钟。因家口内面有4个囡仔，这心心是唯一的查某仔，已经开去100万的医药费，厝内只靠因老爸一个人的收入支持，更加艰苦都要坚持落去，因为这是因的心肝宝贝。因老母说，当初时当因查某趴了困啊，只是惊说囡仔会去惊到困袂好势，无想说让因查某变成安尼。即马救倒来，因要发挥更加大的心力来照顾。目前儿童手册也无鼓励囡仔趴了困，希望类似的悲剧唔通阁发生。新闻广角为您打开一扇资讯的大门，全州的大事小情听我一一道来。新闻热线223-5个0，有事您说话。温暖全州，我们共同维系。有想法，有观点，您的声音这里来放送。新闻广角，关注民生，服务社会，每晚8点，真诚守候。来看市区电动车挂牌的消息。这几日，中心市区电动车管理新办法是大人关注的热点。那这条政策牵涉到多少问题呢？咱来看记者详细报道。
七号暗市区最大电动车销售市场中山南路生意真好，也侪市民赶来，有的是准备伫最后期限前年买车，搁较侪是咧补开发票。摕合格证甲买车是最开的收款收据，不少人烦恼，因为起码时的发票皆是机器拍印的，补开的发票日期皆是6月8号，而市政府通过当中规定，8号起新买的超标车无放挂牌，要怎办呢？收款收据，甲伊即台的车的价号，这个才有叫做合理俩，对唔？啊，你这要过来补发票，多迄件事。车行的高先生将新闻报出来以后，就来开发票的顾客真多。一日哪有人开番侪水票？你一本水票才25张两啊，是唔？这全部机拍电脑拍，未作弊啊！以前大部分市民无开发票，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开发票要加收5%的税点。第二是以前的政策无出台，大人对电动车的合理性心内无底。老先的车是7号下晡才买，当时只开收款收据。那我这个应该你要给我换昨天才对呀、啊，昨天下午吧。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另外这个市民情况更加特殊。5月15号买的车，但是坐了2个星期被小偷偷走了。但是我那个就是那个手续咯，还保存着咯，因为我也有报案，也有立案了、啊。以后能不能到那个派出所去开一张证明，然后再去补那个新买的车咯？总体来说，市民那是认为电动车挂牌好处较多，但市民希望相关部门在制定实施细节的时阵，有望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适当的放宽补开发票的时间，或者放宽办理牌证的要求。人家也没有漏税，也不是偷来的车子，照理就要给人家上牌的嘛，是吧？人家以前买的车，那个不合规的车子哦，那你应该有一个时间让人家去。针对市民最关心的超标电动车无发票是不是有放挂牌的问题，交警部门又阁出台了相关的细则。那办理这个登记挂牌，需要提供身份证明、买车发票、车辆出厂合格证明。那是手头顶只有收款收据的话，也可以车辆所有人出的这个警方说明书以及其他证明材料来代替。2013年6月8号前买的电动车可以办理挂牌，需要提交的合法证明包括身份证。买车的发票以及车辆出厂合格证明，车辆属于个人的，那是身份证的地址和居住的地址相同，需要提交身份证和复印件。身份证和所骑地址无一致的，需要提交身份证以及复印件以外，还得阁提交暂住证或者居住证，还是说派出所的暂住登记证明以及复印件。车属于单位的，提交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字。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单位的资面委托资，买车发票放件的，可以用加签销售企业印章的销售企业销售发票准关联复印件。那是买车是做销售企业只开收款收据的，也免担心。市民可以凭车辆所有人的警方说明书以及街道社区居委会还是企业事业单位的出的车辆。属申请人所有的证明材料，人民法院调解裁定判决等相关文字来代替。车合格证若是碰见，可凭生产销售企业上一个品牌型号的车辆合格证复印件，甲本人有关的警方说明来代替。2013年6月8号以后买合格标准的电动车挂牌，需要提交身份证明、买车发票、甲车出厂合格证明。有下面这个情况的无放办理这个车牌登记。头一条是2013年6月8号前买的超标车，无伫2013年10月15号办理挂牌手续的。第二条是2013年6月8号，包括6月8号以后买的超标车。第三是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扣扣爱电动车。第四是提交证明无符合要求的。第五是车是改装、拼装或者是托人偷来抢来。符合规定可以办理挂牌的电动车，统一到居住地、公安的派出所指定的地点或者辖区，交顺境大队办理。2013年7月1号至10月15号，
各登记上牌点办理时间是星期一至星期日，大礼是天光八点半至十二点，暗晡两点半至六点半。国家法定的节假日除外，电动车挂牌只收降本费10元，可以自愿投保，无强制要求。那符合标准的车，所有人可以自愿的选择车顶人员以外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即些险种，那超标车所有人可以自愿选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等险种。端午节都要到了，野侪人已经开始动手包粽了。随后，资格的粽球弄成像那老豆形的，加入炸好的米、虾、香菇等配料，再佫将粽球角解凹起来，用绳仔绑起。幼稚园内面，家长、老师伫咧教小朋友，小朋友学啊也有说，有的小朋友包的粽虽然形状唔是很水，但你伫咧佚佗过程当中就可以了解泉州端午习俗。就是跟父母亲包包粽子啊，今天有点体会到小时候的这种乐趣，然后。我们现在长大了，就让我们的小孩子也体会到这种习俗中这种乐趣中。啊，我个最就是大概就是包粽、划龙舟咯，哦，划龙船咯，嘿嘿，煎的咯，永健是安尼，永健也老咧。即搭小朋友伫咧包粽，伫咧爬龙船，迄搭也欢喜，迄搭东海观音寺内面啊也老咧。有金宝阿姨，有红娃女，伫咧洗米、洗配料，边头的大铁锅啊，架起来，将米插牙旁。伫负责包粽的阿姨，骹手也接力，无偌久包好的粽就摆起来了，可以落去煮了。据了解，当年的端午，东海观音寺都会包粽免费的送到信众。去年用去1000斤米，今年增加到1500斤。伫泉州，除了包粽、白龙船以外，端午节也有不少闽南特有的民俗活动。比如跟金庙内面的龙王头、燕归燕巷、游行彩莲的索罗莲习俗，有驱邪避灾、保佑发达的寓意。离老百姓厝内个煎刀补天，祈求风调雨顺。端午节迄个伫咧石狮涵江，还有阿老热的万台对渡文化节，到时会有河畔结上水、海上掠鸭、龙舟大赛等内容。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到现场去参与。石狮迎灵殿的沙米村西殿有几十年的历史，为了参加第七届万台对渡文化节，涵江海上泼水节顶面有精彩演出，村民就利用业余时间来排练浪狮表演。下面咱就到记者的镜头，直接去看卖嘞。昨暝记者伫咧石狮迎灵的沙米村看到，有成百的村民正伫咧练习西殿，记者看到正伫咧。练习的这个村民罗维忠，伊今年已经57岁了。伊讲起家做几十年前就开始浪赛，因为各种原因曾经中断，那今年又搁加入浪赛队伍。我16岁就开始学咯，今年才开始参加啦。拜五为着要参加泼水节咯，有诶吼，啊，阮就练过外个咯吼，来就去咯。一暗固定2点钟的咯吼，啊就要表演一个成绩咯，好。记者伫现场看到，伫咧练习浪赛，竟有亲像罗维忠这款的人，也有10岁左右的囡仔。虽然说天气也热，但是因仍然是手了架，气海也认真呢。在练习。我们沙尾村发展这个市政武术馆咯，是1973年就开始咯，把各个角落的这个青年、邻国的老人都集合起来，大家加强交流。现在我们专职锻炼，主要是要参加汉江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泼水节吼。海上泼水节迄日，沙尾村正摆的浪狮队。将伫咧舞台顶展示闽南传统的浪狮武术。当时2013年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三米村的浪狮队表演也作为南少林武术系列活动之一登台亮相。昨日全国迎来了第八的文化卫生日，泉州西街肃清门广场咧举行一场亚特殊的国家戏表演，吸引也侪男女老少的戏迷。无铺戏台，一排一排医疗顶面，坐满了真侪人。公司抽彩的家庭定定了。
桥。哦，是尖看花边最上，有什么？太阳在这边呢。都演得好呢。我假戏，小时候都会看呐、啊。我们小时候都会看。已经七十岁的李亚伯出来徛在了苏清门广场附近，这道几落医疗皆是因厝内推来，伊说这才是老泉州的味素。拆啊！老人爱看怎样？这场国家戏吸引的不但是老泉州人，这座外地游客也无免而来。广东有一个游客从微博顶面了解有这场民间组织的国家戏表演，阿仔就来到现场，用伊的相机拍了了阿侪精彩的镜头。对对，很传神，对对，感觉挺好的。虽然看不懂哦。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广东也有粤剧嘛，然后我觉得其实中国文化都是相似的，但是它有各有各的特点。记者了解到，这场演出由泉州网友家己掏腰包，演出七位人介绍，因想要通过这种零距离的国家戏表演，让较侪岁人重温老泉州的味素，让后生人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这场将要尊严原汁原味的国家戏，到底是上啊七位呢？咱就是来去拜这个草根文化公益团队。5月26号，一个叫“七同会”微博发布了一条重要消息：闽南传统节日，几乎大家乡里都会请来国家戏剧团啊，热烈的唱几暗。全乡里较侪岁人都围伫咧戏台面前咧看，囡仔总是伫咧边头咧走，边头也有卖油柑鸡的、卖糖粿的、蒸糕人的、棉花糖的。逐渐电影取代了唱戏，刷落来连戏台都荒废了。这座属于老泉州人的记忆，想要看到。饿了，这条微博引起也侪泉州人的共鸣，而且是这条微博才促成了这场国家戏的演出。记者了解到，七同会是由几个热爱闽南传统文化的网友自发组成的。几个人自己组建了，等于说自己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叫做赤同会。那么赤同会的主旨就是能团结泉州的这些草根力量，把这个传统文化向更多的人去推广。那这是我们赤同会的主旨。记者了解到，网友七同之类出生在了国家戏世家，因外妈林秀来被称为闽南第一旦，因外公从事古赛职业有半个世纪了。因老母欧阳燕青从业将近60年，至今仍然在为国家戏的传承培养接班人。而因老爸从事也侪年的国家戏音乐研究甲创作，至今已经写过将近700个国家戏的剧本。启动之类者，伊对国家戏的感情，唔那是因为伊的家庭，而是因为国家戏是因迄代戏边卡的囡仔最早的启蒙老师。将国家戏搬到民间广场，是因为国家戏本身就来自民间。伊无流行戏的高雅，但是有野浪飘的闽南韵味。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高脚戏它这个丑角很深入人心，但是以丑见美，这是高脚戏的它的一个特色。我们希望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了解高脚戏的一个平台。在哩暗暝，有市民讲派来送电话说，市区南宽路有一个钱挂碰见，还有几路钱挂湿地有问题。在人行道顶面，一个检查针的嘴开开，针内面原本用来提醒过往的人的手机也已经去压断了，过往的人个感觉真惊心。当然，人来行路会无安全，我这座起来也侪人咧散步。本发现这个开口的检查针正伫咧盲道顶面，突然间有一个种的缺口，但是有市民人经过就搁较危险了。离距离这个检查针也无20米的所在，阮又搁发现3位钱，这个针的存在问题。头一个也是针挂翘起来，第二个是针挂因为时间的遗留落来土石无及时的清理啊，针挂怎啊都砍袂吧。第三位针挂滚出土骹3公分，也容易让人见到。好，今仔节目内容就是安尼，感谢收看，再见。农家清新 5Q 草莓味儿、雪梨味儿、哇蓝莓味儿。
更 Q 更带劲。农家亲，热得足好，金轮牌大米，赢下中国知名商票。华美360度全鼻整形，连锁专家团队，柔和面部五官比例，全方位打造完美鼻型，俏丽美鼻，宛若天生。泉州华美整形，治不孕到玛丽，泉州玛丽医院专业治疗不孕不育症，快孕热线22871313，22871313，泉州市田安北路305。欢迎收听到《叫我身体有保守》，观众您好，我是您朋友珊珊。梦中一个啊炎热天气呢，会当野侪人计无胃口。那这个夏季的饮食啊，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若是食着胃口好，就发了红曲丝；食唔着啊，就会愈食规身愈无力，不利于身体健康。那么对这个最贵的养生，也都要需要咱注意呢。咱再来看今日的节目。梦中过了，咱人啉水会较侪。卫生相应的减少，当食欲减退，适量的食淡薄醋啊，可以增加卫生的浓度，增添开胃，帮助消化。夏季是肠道传染病流行的季节，食淡薄醋呢，也有可能提高胃肠道的杀菌作用。莲子壳可以解莲子毒，莲子虽好，但是若是食过侪啊，会出现腹胀，直接咧腹肚疼，所以这阵时啊，可以用莲子壳。用水来啉进行治疗，或者是吃几片新鲜的柠檬，或者啉一杯柠檬茶，皆可以消除胀满止痛。胃口无好的人，就加吃薄荷。中医认为，薄荷利肝性温，有暖胃补虚、调虚、补五脏等功能，适合体虚的人，比如头壳晕、气短、全身无力、营养不良的人来吃。对于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皮肤干燥的人啊，尤其适合。所以，若是胃口较无好的人啊，可以考虑加食淡薄啊薄荷。Hello， 各位，这个养生的时间到了。接下来啊，是这个三老妇女修养生息的黄金时期，也是查某人一生当中调养身体的重要契机。但面对传统甲现代各种无同的习俗甲做法，到底怎啊做才是正确的呢？所以，咱就有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崔万禄为咱来讲解何来中医调理。莫惊开，收来节目更加精彩。宝格来是查某人一生当中最好的改善体质的时机。那是何来无做好，将会为以后的身体健康慢无慢。那么，人家认为这个来百日之内会出你水头水身的做法有正确无？中医对这个来又各有什么款的看法呢？敬请关注本期的养生之道。有病卖药，用心来效力，是药三分毒，安着用易着。高永清又到最近讲养生的时间了，崔先生好。你好。人说啊，生家生啊，人红红，做个来做啊，人起讲。有一位安溪的柯律师啊，拍电话来，是啊，伊说吼，伊这个因为做个来代志，交因这个大家伙是，闹啊阿不如快，因为因大家伙是属于这个老观念，总是得当伊食这种亚铁补的物件，伊想要食水果咯。青菜哦，计袂做哩。伊感觉说咱现代即个做个来观念会搁较科学，但是伊搁无办法让说服即个因大家，所以就要来求教崔先生。希望说哦，即个崔先生啊，伫节目当中哦来介绍者。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啦，因为即跩老阿妈哦有老观念，老观念做个来，伊计是着金黄金蛋金菜也严格。记得我曾经有去一个朋友厝内，去甲一个营养部。看，伊是说喉痛，叫我去做做一个来喉痛，叫我甲伊看。一个去到时阵，有一个台湾的医生，甲我上一课。伊说恁泉州人啊，做一个来唔对。初初我听伊说了的教训，我还阁无啥服气。说你一个老太婆要教我做医生，落尾听伊说了，我才心服气哦。伊一个月个所谓个收费偌济啦，12000，比我工资加贵呢。证明说伊有物件伫巴肚内。伊甲我说怎啊啦？伊说恁泉州人做一个来第一粒补补。补骨头，先热补，
第二呢，多层多隔粉，即多做过来，规日多层咧唔顶唔当多隔粉。第三，金黄金太白，规个龟仔白就是金黄金太白。第四呢，吃连吃伤晚，就是土干仔食连伤晚食，到尾土干仔食连已经无连咯，再个吃连吃伤多。